está ahí.
安全注意事项需要各位贵宾跟我们配合一下哈。首先呢，因为目前还是防疫期间哦，所以请各位还是一样啊，全程要佩戴好口罩哦。那再来就是，如果起来走动照相的话哦，照完相呢，请尽快回到座位。那我们周围的栏杆应该因为比较低矮，所以尽量不要去倚靠它，尤其是后面的甲板哦，缝隙比较大，也不要在后面那边站立。那各位在照相的时候呢，手机相机尽量不要伸出到床外面去，万一掉到爱河里面，那就捡不回来了。那最后呢，在各位的座位底下，我们都有摆放救生衣，我们的航行是非常的安全，所以各位不用穿。但是呢，按照规定还是要让各位贵宾了解说我们救生衣是要怎么穿怎么使用，所以现在由我这边先做一下救生衣的穿着示范哈。你的朝着上面朝外面拿起来之后呢，我们头直接往这个洞里面套进来，套进来之后两只手顺势从两条绳子里面伸进来，伸进来之后将这两条绳子往下拉，拉紧，拉到背后打个交叉，再绕到前面来，绕到前面来之后就要特别注意了，两条绳子其中一条一定要穿过前面，这里有一个线圈，穿来之后呢，拉紧打个结。为什么要穿过这个线圈呢？因为你没有穿过的话，不管你绳子再绑得多紧，它还是会松脱掉。那一松脱掉，整个救生衣就松脱掉，就没有用了哈。上面也是一样，有两条绳子，也是其中一条要穿过这个线圈。穿过来之后呢，一样哈，打个结。这样子我们救生衣整个就穿好了。那么救生衣的左边有一个紧急求救哨，这是一个哨子。在它的右边有一个自燃灯。这个灯它只要碰到水就会自动一闪一闪的发亮哦，不用我们去按任何开关。这就是我们救生衣的穿法跟装备的使用，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爱河的全长呢，大约有12公里的长度。那它的发源地呢，它的上游是在我们船的后方一直上去，是在我们高雄市仁武区八卦寮这个地方，然后流经我们整个市区，最后从我们船的正前方高雄港出海。因为我们会到高雄港的水域，因为目前的高雄港呢建造的越来越漂亮，所以我们整个航线就申请到外面去看一下哈。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段的河水都是海水，是从我们前方的高雄港倒灌进来的，所以我们的爱河的河水会有涨潮跟退潮这种现象。那很多贵宾接人都知道，我们以前的爱河是一条非常脏非常臭的河流，后来是在我们历任市长大力整治之下呢，才有今天这个成果，但是进步空间还是有的。但是最大的工程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长方形的白色建筑物，这个叫截流站。在我们爱河两岸有13座这种截流站，那它每一座的造型都不一样。那它的功能呢，就是把我们高雄市区的污水跟废水到它这边之后，它就把它截流下来。截流下来之后呢，大型的垃圾它这边直接处理掉，那这些污水废水它再用下水道的方式输送到旗津中州那边有污水处理厂，在那边将这些水呢处理完了之后，再排放到3公里以外的外海出去。所以目前我们高雄市区的污水废水不会再流到爱河来，也就因为这样子，我们爱河的河水才会越来越干净。那因为我们爱河的河水会有涨潮跟退潮这种现象，所以它如果脏污了，它会有自净的功能，就是会把一些垃圾什么的带往外海去。来，各位贵宾，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左边十字路口那个地方，有一栋教堂，屋顶尖尖的，有个白色十字架。目前在树的后方，等会就会整个显现出来。这一座呢，是我们全台湾第一座的天主教教堂，叫玫瑰圣母圣殿主教座堂，已经有162年的历史了。同时，在它的门口有一个奉旨碑，
哦，是清朝同治皇帝所颁给他的，就是奉旨传教的意思。那这个奉旨碑在我们台湾有两块，哦，一块在我们高雄玫瑰教堂，另外一块呢就在屏东的万金教堂。哦，因为目前的爱河的河水应该是开始在涨潮了，所以我们的船顶会越来越贴近我们这座桥的桥墩。其实在一年里面，在冬天这一段时间，哦，我们营运的时间会遇到几次，哦，会涨到我们船只没办法过这一座桥。但是如果没办法过来之前呢，我们都会在售票的时候就会先告知了哈。来，那我们前方各位看到前方这一座桥。这一座桥是我们的轻轨桥，那往轻轨桥的右边看过去，有一个轻轨站，哦，比较矮的这一栋。这个轻轨站是我们轻轨的第十一站，叫真爱码头站，也是我们轻轨里面呢唯一一座高架站。那其余的站体都是在平面道路上。我们轻轨呢，如果整体完工的话，会有37个站，但是目前呢，所完工才只有二。